今天是蓝天白月哦。心态又不一样的感觉，当然那我立体。恭喜你入境了。哦。来喝喝恭喜。好了，我要在这里了。我觉得有点臭。很好喝的柠檬水。那虾酱接下去，整个嘴巴都是。每道菜都很配饭。小姐。好吃，要买给玉峰吃。鸟口绿豆蒜排队中，感觉风很大哦，把它吹歪了。有人在骑马。大家早，今天是我们在垦丁的第二天早上，那我们等一下先下楼吃早餐。狗狗。今天是蓝天白云哦。昨天也是啊。昨天有吗？有啊。白天的大街。其实现在不是旅游旺季，还是不错的。乌云哦。什么？乌云哦。真的哎。哇。我们 check out 来到了今天的第一站，这是鹅銮鼻，我们要去看灯塔，耶、yeah。然后目前小飘雨哦，小飘哦，带了雨伞哦。哦，我记得这里走进去会卖很多贝壳的东西，好像是。光螺，我们这里的夜光螺天然的，这个现在很少了，真的还没有这种材料是天然的。夜光螺啊，这个是珍珠。好，再看看。夜光螺。全票60，来抖一下，抖一下，上下，不是 ，Yes。国中小高中必旅必来的地方，一定会来鹅銮鼻。对对，对啊。松鼠叫，松鼠叫哎，那个松鼠啊，不是青蛙，有青蛙叫哎。那个是母胎。为什么有个母胎在那边？艺术装置啊。哦，胚胎啊，胚胎。对啊。有没有用钢筋做的、哦？好帅哦，这个好漂超强的哎！是你静态又不一样的感觉，当然那种很立体的感觉。这是礼拜日的目前状况。这是鹅銮鼻灯塔，它是光绪8年落成，光绪9年启用，为了防止洋人自由活动，勾结原住民知识，该塔建组成炮垒形成，以塔基作为炮台，围墙上有枪眼，墙外四周设壕沟并置枪械自卫，派有武装士兵守卫，为世界上少有的武装灯塔。对，这里看出去有漂亮。恭喜你入境了。蓝天白云很白。蓝天白云很白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白哎，看它这样子看，是不是？嗯，背光。
转转转。出来了。我们到龙盘公园了。今天风大，天气晴朗，不冷，非常棒。如果不晒太阳，就这边了。还好，就坐这边。那边其实有树荫，只是多一张椅子，来吧。好啊。这是鬼台。还是你要做二 F？ 没有，我只是说说的而已。坐这里了，哦，这里啊，耶，yeah, 上来了 ，Hello 好了，我要在这里了。可以充电。怎么觉得有点chill啊？他楼上有这个充电头，就是要让你。飞在这一个下午玩手机玩到没电这样。中午的时间，我们要来到了巷仔内的美食，来喝很好喝的柠檬水。哦，不是巷仔内，是庄仔内手写的菜单。哎，我们先回去看。导演工作，老师啊。好看，我的。你要吃清蒸柠檬鲈鱼吗？泰式餐厅都会有的。哦，是哦。它是清柠啊，它可以吗？好喝，这个好喝，这个真的好喝。泰式椒麻鸡啊。
像英姐的爱。这是什么小卷？香辣小卷。香辣小卷。泰式香辣小卷。拉面还有泡面。这好吃哎。甜甜的，嗯，那种虾酱吃下去，整个嘴巴都是，嗯，哦，有臭豆腐的味道，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，不过，我知道，为什么？那外皮炸起来很像臭豆腐的外皮，小卷，真的是小卷吃到。好嫩，每道菜都很配饭，真的，然后吃而且都会开胃，嗯，很新鲜的本。我想说刚才去喝那个苹果酥会很饱，然后吃那个下去就开了，开胃。你那不是长脸，嗯，然后他都快退了，对啊，好厉害老师。现在你会觉得真幸福，我就是没个钱。哇，好认真吃，活得要死，不拍了。再吃一碗，我要吃高丽菜。后来又追加了，很推荐臭豆腐，泰式臭豆腐。哦，我看起来好赞，好赞哦。哇，没办法一口，酥脆，完食，推这道酱虾炒高丽菜，虾酱虾酱高丽菜，虾酱高丽菜，谢谢大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们台全台湾最大的土地公庙，这是全台湾最大的。对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，在哪里？前面那个。哦，这是全台湾最大的。嗯，买皮蛋，买咸蛋，吃绿豆蒜。对，绿豆。蛋，转蛋机。可以试试。真的，我只是蛋黄而已，可以吃蛋黄。小姐来。嗯，好吃，要买给一峰吃。但是我不吃那个蛋白。蛋白蛋包各100块，咸蛋10块100块，蛋黄1100包100块，好吗？来，这个五千皮蛋，八个100块，嗯，好吃啊。你要买哪一种？100块。好。妙口绿豆蒜，排队中。绿豆蒜，耶。吃吃吃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看海美术馆，配着绿豆蒜，快吃完了，好吃。这里有船仔猫，但是直到11月19号而已。妈，收完了，看起来。哦，四重溪温泉开始了哦。今天的最后一站了。对，漂亮哦！这整个拍下去就。
有人在骑马哎、欸，要不要？哇，前面有艺术装置，石头做的，背光了，哦，有浪，这是鲁夫吗？是啊，跟猫哦。感觉风很大哦，把它吹歪了。像不像你们早上的出发？有、哦。那个帽子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这两天行程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准备在海口艺术馆结束这两天的旅程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的朋友，今晚你可以喜欢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就要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